他你都不认识，摄影出啊！围棋民宿站，你去，全程跟拍摄清楚。集合，刚刚采访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？叫程良。程良 ，Nice to meet you。 我遇上了一个女孩，是彩色的，除了她是彩色，其他的一切仍然都是黑白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偷拍的人简直就是无孔不入，可不能再传出绯闻啊！哦，那你说啊，你不行啊，恋爱谈的不清不楚，跟你下棋水平差远了。但是跟你吃瓜的水平不相上下。盛景说，人又帅又有名。 在一块儿不香吗？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自己冷静的考虑考虑，好不好？寥寥，我喜欢你。盛景初这么高冷的一个大神，谈起恋爱来真的腻歪。我才是盛景初真正匹配伴侣，你只需要做的就是体面离开就好。 盛景初，你的真心到底在哪儿呢？你到底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我是彩色的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真的很让我失望。之前是我太软弱了，连最后一次送你的勇气都没有。我不希望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谈恋爱上。我就是想告诉你。 它就是我生命里追寻的色彩，它让我睁开双眼，重新面对这个世界。一个棋手要是不会生活，满脑子就是下棋，那他的境界也不会提高到哪去。来给你加油助阵，我要改变棋路，不再像从前那样下棋，因为只有这样。 才能跟过去的自己彻底的告别。师兄，小石早，不能这样吧？常规操作。